是大众交通出租公司四南分公司的，今天中午出来，刚刚开始复工的，属于第一批吧。公司代办了电子通行证才可以出来的。健康码扫一下就可以了。绿码核酸48小时内。好的，可以。在家里隔离了将近70天左右，心情啊就像放飞的小鸟吧，总会出来总比在家里闷着强嘛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强生的，只有我们和他们两家公司在运营，现在好像轿车平台现在暂时没有开放。今天接到过三叉，基本上都是回虹桥的，车子毕竟少嘛，对吧？就是地面走的时候它的跨距经常不调查的。没有了是吧？好了，对，我们都要喷一下。